Hi guys, today I'm going to be reading a Chinese story. 邮票上的故事。 我很喜欢一个童话故事。 这个故事叫《木偶奇遇记》。 故事讲的是有个叫该比 的老人做了一个木偶，这个木偶很特别，它能睁开眼睛看东西，会开口说话、唱歌，还能抬腿走路。 老人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匹诺曹，还给他做了衣服，送他去上学。但是匹诺曹很贪玩儿，一到街上就 跟着别的孩子去木偶大剧院看热闹，在剧院里，他闹出了乱子，差点儿被扔进 火里烧死，他也不爱学习，一天到晚只想去玩，橘国游玩儿。有一次，在玩橘国里，他被变成了一头驴。 马戏团把他买了下来，用车拉走了。他一路上吃了很多苦，最后才海上碰到了该比 都老人，该比都老人又把他带回了家。从此，铺挪曹改掉了坏毛病，学会了故事，也懂得了用 工读书和照顾老人。一天，匹诺曹一觉醒来，发现他自己不再是一个木偶了，而 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孩子。这是一个邮票的童话故事。我喜欢收藏邮票，因为它是一个知识宝库。拜。